次看到就是每场都是很爆满，看到他们跟第一比赛还蛮兴奋。在昨天的那场比赛，其实我相信那个142公斤是全台湾人民一起帮你举起来的。我看到大家一直帮我加油，我就超想哭。观众都已经进来帮你加油了，我没有弃权的理由。So you can see here, the winners, 真的。这次比赛，我觉得我们看到最感动的部分，真的是那个态度。我想跟就是所有的选手说，就是辛苦了，这样继续加油，不要放弃。不管有没有得名的，我觉得都很值得鼓励。Will make the contact, draw the foul, and the finish. 谢谢你们，谢谢，中华队加油！ Knows this one is good. 0.36, and he sets the official new Universiad record.